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一样借着上次的用 Live 做大鼓的这个设计，我们今天来做一点稍微进阶一点的大鼓。那使用的不是 Analog 这台机器，而是 Operator 这个 FM 合成器。那首先先看到我们的 MIDI Note，这次的 MIDI Note 这个大鼓有不同的力度哦，它是高、中、低、中、低。那不同的力度会影响到这个音色，它有不同的音高。跟不同的声音长度。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打开 Operator。那带有 A、B、C、D 四个发声源，我们今天不需要，只需要 A 就好了。在这里的步骤都跟用 Analog 的做法一样，我们使用关掉 Filter，我们使用 Pitch 的 Envelope 来增加这个 Sine Wave 的 Punch。那使用 A 自己的 envelope 来设计这个大鼓的声音长度。好，到这边大鼓就已经做好了，非常的快，不用太多的步骤。那到这个音量的这个页面，我们可以看到 velocity，大家可以控制两个项目。那刚刚的变化就是从这里做的。我们可以用 velocity 来控制 auxiliary envelope amount，这个其实就是 pitch 的 envelope。那把量调起来。我们就可以听到不同的力度会有不同的音高的影响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给它 time。那把这个 time 调高，好，可以听到力度比较强的，它的 time 也变长了。那我们 pitch 再稍微缩回来一些，这两个的量来调整它的差别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比较进阶的，自己做一颗大鼓。